加加加加更！当奔跑吧迎来史上嘉宾最多的一期，兄弟团成员们会怎样开启这一天呢？哎，我们今天有点猛啊，早上起猛了。哎，对对对。很多小孩儿，他支棱起来，是再冷都得支棱起来。一点儿也不稳重，就一点儿不稳重。此时，另一边的队员休息室也非常热闹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第一间男生的休息室，哇，主要是有肌肉型男组，哦，还有冠军组、电竞组都在这儿。大家可以打开，这是我们跑男的女生花絮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张艺健。你这个口音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的口音就是刚变的。啊，刚变的，刚变的，现变的，肌肉型。哇，好看，好看，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大千，然后我们是肌肉型男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。那今天穿的也太保守了吧？里面有穿背心。我终于看到马思清本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广西。别这么客气，晚上还要再见。那我去隔壁看一下，隔壁还有。这是我们跑男的花絮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这是男生的另外一个休息室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花絮。我是。我们刚肌肉组打人，刚一组打我们六组，真的？对对，欺负我，站着有一声哎，哎，没办法。女生们又在做什么呢？小哥，咱们Hello Hello。这个是八哥的女主，这是我们这边是三台热播的女主了，耳朵好漂亮啊。打个招呼，这是一子。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段誉，自己打招呼呗。宋雷，在这儿。Hello。他闯了美人窝了。对，一个一个来。下棋。Hello。欢迎欢迎欢迎。后面也是个冠军。哇塞！漂亮。对，他待会儿会秀他的非常棒的才艺。开始打个招呼，跑男花絮，欢迎欢迎。Hello。小豆子。豆子。嗨，哟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给我加油鼓劲的小兔子，没有名字吗？它叫小紫。嗨，全员支棱起来的合照幕后。那我来，你在他揪上，哎，他这有个揪，这太短了点吧？第三个呢？第三个你？第三个得这样，哎，第三个。我都够不着了，着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咱得是不是得这样子？要不不要这个呢？不要这个，蹲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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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蹲着行，哎，蹲着行，来来来，好，不要好了，行，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我们是什么队？我花瓶队。花瓶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咱们真就花瓶吧。花瓶队。哦，我们要说的都对是吗？退役男团多好。那我走了，你走了，我走了，那我走，好吧，那我走。你叫什么队？那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花瓶队，就是大家都摆好位置，再来辆搞笑一点的，大家都躺在我这个胳膊上，来来来。
要么把青筋横在前面。那试一下，真的。一会儿，等会儿就够了。可以。哇，你的手臂调的好美啊！喜欢哪一张？都行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这张或者跟他那张亲亲的。还轻轻的露不到你正脸，没关系，可以吗？我亲到了就满意。那我就选这张了。好呀，好。真是 C 位队 ，C 位队，谁要解散我们？来，到一起来跟大家说我们队的口号。我们的口号是：神龙摆尾，成绩不菲，我是最美队。我们是，我们是 ，OK， 好，我们的口号是：神龙摆尾，成绩不菲，我们是亚运健美队。我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，OK， 三二一，我们是什么队？什么队？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对。跑步齐呀！刚成立，刚建立。对，做什么我们都对。好，我们什么队的口号就是：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对。对，这次很齐，最后一次。感觉整个场馆都听到了，场馆都听到了。这种哦，可以做一个什么？每个人都做不一样的吗？对，每个人。和平精英。你们圈在人家哦，艾康老师面前和鲍兰老师面前提这个游戏不太礼貌吧？觉得是出去玩那个拍照范围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有点翻。